没浮夸。台下辛晓琪泪流满面，现场观众也哭到不能自己。改编纪晓君的歌曲《流浪者》，杨宗纬要先用擅长的情歌打入观众的心，但其实比赛前他非常担心自己的选曲没有办法得到共鸣。我很担心很多人没有听过，连旁边人都看不下去，想劝他换歌，但最后杨宗纬还是坚持己见，更要挑战最不擅长的跳舞。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，你赶快跑到鼻子都喊，然后叫他一定有魔感。那不难，现实什么这羞涩可叹，呼吸很短，最终很晚，心说声又唱又跳，赢得满堂彩。大陆当红节目《我是歌手》举行复活赛，每个歌手自选两首歌曲，要争取再不复活。没有承诺，却被你抓得更紧。没有了你，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。摇滚版《特别的爱》给特别的你，香港歌手黄贯中炒热现场气氛，全场观众跟着一起大声唱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五位曾经被淘汰的歌手，只有一位能够晋级，最后杨宗纬不负众望夺得第一名，可以进军总决赛，和三冠王林志炫一较高下。中新闻吴尚文综合报道。